这玩意怎么每天都得换水啊？身上这么脏吗？大家好，今天来给这个娃娃鱼这个鳄龟啊换点水，天天都得换水，怎么这么脏啊？哎呦，完了，娃娃鱼受伤了，肯定被鳄龟咬了。这是先说一句啊，这是人工养殖的啊，买来吃的啊，不然等一下平台哥哥又提醒我，因为这两天忙没时间做啊，不然把它给做了。哇，有，你看咬它的脚咬肿了，你看这个脚这样的话，哎呦，劲挺大的，你看，哎呦，嘴好大，它要有牙齿吗？没牙齿吧，没牙齿，你看它脚受伤了。我看到了，哎呦，肿成这个样子，嗯，不痛不？你看，哎，咬掉一个指，一个那个啊，鳄龟咬的，哇，这鳄龟好厉害呀，直接一个脚趾都给咬断了。本来的脚就这么小，嗯，啊，它不咬一下这么大，它那下面那头是什么？肿成这样子吗？这个肉是不是多一点？被它咬一下，我也在想，还不吃，什么时候给它做了吃了又？过两天，这两天天天忙，哎呀，会不会越养越瘦啊？哎，没来劝一下哈。你说他那个腿还有劲吗？反正过两天要下锅了。听说这个肉要跟那个炒那个不是他的肉要跟那个炒那个肉一样。炒什么？炒牛肉一样炒，回头。你咬的？你是不是饿了？那不是他咬的，那为什么会走？估计是他，你咬的先做了你吃，一天天的，啊！我说小心点，那会咬人，啊、我以咬人工咬的不会咬。这两个脚对比一下。那是有毒吗？直接断了一根那个脚趾，肿成包子去了。一咬会痛，你看，想叫。能不能别这么长？我刚刚看他把嘴张开了，想叫又没叫出来，真烦。他那条腿已经使不上劲了，你看，其他的三条腿都在动。其他我放地上爬一下哈。你试一下吧。你看那条腿真的看着变异了一样。哎呦，开始爬了！哎呦，这么久没吃东西，居然还有劲呢。我在想他靠什么吃哦？哦，还在爬那条腿再用劲，就是肿了。管他，过两天下锅啊！你要去爬呀，爬一下，爬一下那个肉更紧实，知道不？嗯，活动一下筋骨。活动一下。你看他爬的时候，身上的肉都变紧了。看，来，你们两个赛跑，谁爬得慢，就先把谁给做了。买的，嗯，可不可以去干？再过两天啊，就把它给做了，不然这样会瘦哈。肯定会啊。哎，拿秤上称一下。你去拿。这个是多少斤啊？我不知道啊。5斤。鳄龟是多少斤？4.6斤。4.6斤，称一下。怎么了？你还怕？我以为它会咬人呢。尾巴把它弄上去，它要爬走。哎、你看，不要爬。让你爬的时候就不爬，不要你爬，你非要爬。这个还没瘦，肯定有鱼吃哈。这个是4斤。怎么称啊？我打死你！你看它的嘴。哎呀！这个没事，这个是4.9斤。哟，哦，开始叫了，四脚朝天，它能转过来吗？
转转转转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可以可以的。对，别动，我衬一下你。啊。嗯。好，这回这最好。四斤九两五，这个没事。你看鳄龟，这些东西估计都不用吃东西。哎，也没收啊？哦，对哦，他这个吃点少点，给你退钱了不？还没退。还不问他？四斤六两。没收那就是。没事，有鱼吃估计。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哦，这个娃娃鱼，你看，哎，我手上。咦，好恶心。就跟那个502一样呀，会粘手啊。哎，好恶心。哎，怎么？到时候是不是要把皮撕掉才能吃？应该不用撕皮吧？这怎么有一层黏黏的东西呢？之前没有吗？之前没注意过，你看。之前我就知道有一层黑的东西会掉下来。现在很粘手啊。什么情况？有没有家人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？吓得朋友都不敢吃了耶。嗯。跟502一样。这么紧？嗯，你看。什么鬼呀？哎，这还没来得及吃，就被你这个败家伙给咬了一口啊！爸爸，你先尝一下。这206又没了啊，12两肉被它咬肿了。多了。多了，你敢吃？这块留给你吃。我不掉。啊。有毒。嗯，过两天给它做，三江大蒜伺候啊。